好，对于后面这一块，我们可以打开门看一下。这种我们都加了很多这种标尺，这种标尺细节在这里，整个是模块化的设置。这个都是重型修边和重型刮刀，基本上跟欧洲是一比一的。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设计和国内目前来说不相同的，目前来说他们现在的设计这里是皮头，然后我们是把这个放在前面，它有什么优势呢？